这个小小的肿瘤呢，它旁边造成的水肿竟然是这么大，难怪他刚开始是睡不好，到最后呢他是睡不着，开刀全部把它拿掉，后来发现是一个转移性的癌，你就用力闭起来，先紧绷，然后放松，放松。那像这个牙齿，你就用力咬，然后再放松，大概六成的人，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，就可以开始入睡。这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